如果近期你正计划一次冲绳之旅，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那霸市的首里城。首里城位于那霸市中心，是琉球国的皇宫遗址。这座城堡建于15世纪，曾是琉球国王的居住和政治中心，如今它已成为一个开放给公众参观的历史遗迹。你可以沿着城堡的步道漫步，欣赏古老的建筑和壮丽的景色，沿途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琉球传统的手工艺品。在城堡的各个角落，你都可以找到绝佳的拍摄点。记得穿上你最美的衣服，带上你的相机，留下美丽的回忆。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堡是冲绳的必游之地，充满了琉球文化。从那霸机场乘坐轻轨首里站下车，徒步10分钟就可以走到首里城。门票成人是40元，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。那霸首里城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地方，一定记得来走一走。